萧敬腾日前惊喜宣布求婚经纪人 Summer 成功，外界纷纷送上祝福。而近日两人一起去录制节目，就网友捕捉到两人身影。只见萧敬腾整路都紧紧黏在对方身上，脸上藏不住幸福笑容。不过就眼尖网友发现 ，Summer 穿着宽松上衣，脚腹微微凸起，再加上萧敬腾求婚时称对方为妈妈，因此就有不少人疯猜 Summer 已经怀孕。不过就有粉丝帮忙解释，应该是因为两人一起养了很多毛小孩，所以萧敬腾才称对方为妈妈。意外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Bye.